美国这个地方啊，什么都不缺少，缺少的是佛法。就是这样子的人啊，他不是给我打气的，而是给我支援的、资助的，这是更难的了。一方许多人讲的是修众生探是最尊贵的啊，一向神逆境之中走，突然间一种顺的因缘也出现了。这个是太难了，经常是在黑夜之中走，突然间来了一些光明，你实在太好了啊。经常是在冬天的冰天雪地的走，突然间呢有一层温暖的风来吹我一下，这个是太好了。